警方于17日12时许接获110通报，于八里区忠孝路有发生 A 路车祸，警方立即派员到达现场处理。经了解，预判水泥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，并立即将伤者送医，并调阅监视器厘清事故噪音。有关自行车驾驶双载的行为已违反《道路交通处罚条例》76条，慢车驾驶人载运客货承载人数的规定，处新台币300元至600元以下罚元。芦洲分局交通分队副分队长黄允呼吁，汽机车驾驶人均需注意路况，小心谨慎，避免发生车祸。放松，配合，你就不会痛了。九点半左右，本分局员警于巡逻时发现一部可疑自小客车，行迹可疑，加以实施拦查，为该车驾驶随即加速逃逸，沿途逆向行驶、闯红灯等多项违规，无视其他用路人行车安全。本分局通报线上优势警力18名，实施拦截围捕，火速在5分钟后于土城区合成路一段与连城路口拦查该车，车内犯嫌共3人，并于副驾驶座地板发现有毒品粉末，车内共查获安非他命、吸食器、针筒、残渣袋、大麻、毒品咖啡包、海洛因，全数依法查扣。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公共危险等罪嫌，已请新北地检侦办。